开始。嗯，好了，各位啊、哦，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在泰国。今天呢，我们很幸运的能跟包老师在一起哈、哦。你慢慢来，我们的有没有上新鲜？等一下，你不要激动。哎呦，你来。那他们四大美女。哎，他们有四大美女来。你在站老师，四大美女在那里。来，上去了吗？在哪？上条来。四大美女。四大美女啊！四大美女 ，OK。早，大家早。早早早早安早安。庆祝啊！对，庆祝啊！大家都要给一点反应一下 ，OK。好熟啊！他们怎么给反应？然后还有这里也来 ，Hello， 声音方面就是吗？你有来？谁？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地方就是这是我们的导游金刚线，金刚线就是有一尊很大的龙骨兔，金就是黄金的金，刚就是那个水缸的缸，金刚线也就是代表说这里的那个资源很丰富。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刚刚是星期六，你就看到呢这里面呢是卖了很多很多这里地地道道的特产。Bangkok 有的是没有的，这里才有，而且这里的东西很便宜又很好，很新鲜、嗯。有机会你们来到泰国，来到龙骨兔以后，一定要走一条这条线。这里叫龙骨兔，这里对，非常出名。这里的东西很出名，很地道，而且这里呢又是出产那个鱼啊，泰国的淡水鱼。这鱼呢有新鲜的，有晒干都有，这个就是了啊，这是淡，这里出名的淡水鱼啊，嗯，这淡水鱼很出名的，所以呢。还有呢很多特产，各位呢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参观去享受还有很多那个地道的那个服装什么等等手工艺做成的东西，那么呢等下去逛的时候呢想吃想买回去送亲戚做手续的都很好，这里对都可以 okay, 新鲜你们要什么什么、哦、对我可以买给你们OK， 好，慢慢的逛。好，来，走，我们走。我们等一下十点钟上车啊。十点钟，对。这里主要来到是看外面到里面很长。对，我们主要是来看那个很大龙骨兔。对，我们先来看这个龙骨兔。龙骨兔呢，它就是泰国的一个可以说神和尚。他带的龙骨兔的佛牌就是保平安，在泰国人的每一个心目中，在家里供奉的有什么的阿占多，就一定要有龙骨兔。这两尊呢，一尊是成功，一尊是平安。成功的平安，平安，对对。就是那个什么来的？泰国话叫做卡拉梅呢？卡拉梅呢？卡拉梅呢？还在炒什么？番薯的颜色。不是那个锅，那个锅呢？是吗？是的，健康的那个。这个是用那个米啊，泰国的这个米做成的那个米泰国地道的米。我放回来给你们看，等一下那个。很香，很香哈。而且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很健康的食品，地地道道的。我煎熟哈，放熟了也看，对我们来说怎么吃？俩。那他可以给你们试一下，我叫他给你们试一下甜的是吗？你看一下，甜的。你要哪一个味道？我们看不懂这个字。有芋头，这个是榴莲。这个是那个麦堆，就是那个香草叶。香草叶。这个是那个椰子。椰子哈。你要来。那个叫椰看那蛋就是那个有放椰子，也是椰子的，这个是咖喱薯，就是有放椰子，这个椰子一片片的椰子了。然后呢，这个是最古老的手续，对，你想吃哪一种？我要吃那个紫色的。这芋头啊，芋头啊，壳，嗯，壳啊，龙壳。啊，跟龙青，还跟龙青的，龙壳，壳。是吃饭的哈。你试一下看。试一下看，试一下看。试吃。去哪里？去哪里？哎，我的是青色的。试完了，我们先去拜拜龙骨兔来。OK 啊。来了。你要干嘛？叫那个。这个蛋糕。像那个。3盒100泰币。对，是我不太会讲。这是3盒100泰币。这个是新鲜的。地蛋糕。这个腌的那个蜜蜂。
啊，这个蜜蜂。这就全部是新鲜的啊，包老师。嗯，这是鸡蛋，咸蛋，咸蛋。今天的颜色那么美。对，这是咸蛋啊、哦，这个是放颜色，红色，那个是颜色啊，颜色。咸蛋、啊。这个是啊，肉丸。肉丸。这个肉丸哪？可以试吃吗？对。啊。没有，这边可以试。啊，真的、啊？可以，你们试，你们试。嗯。这样是猪肉丸，猪肉丸，猪肉丸，试一下啊。这个呢？啊，这个是那个啊椰子糕点。最贵，最贵，最贵呀！嗯，最贵贵。老师可以吃。好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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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假。对。好多啊！就是好的，吃好多东西小吃的哈，但我吃素的，我不可以吃。这个你们看看就好了。我讲这里盛产的就是这里的淡水鱼。就是这鱼哈，什么名字啊？这个鱼。这个鱼很好吃的。来给你们看。来炸。什么名字啊？这个鱼很好吃的。淡水鱼。吃过吗？这个鱼好吃，炸了吃啊！炸了吃啊，咸的哦，咸鱼来的，咸鱼来的。然后这个来的是吗？没甜辣，辣，是这个吗？这个也是那个啊炸那个小的，都是小的，同一样的对。哎，那个巴生地的。花的也带了。哦，掉，嗯，来给你们看。我买的笋，两半，一半。这个是香蕉，香蕉梅，可以吃，快过来拌它来就吃了。香蕉梅，这个是猪血。啊，那猪血，对吧？对对，这个猪血一克25泰币啊，一克，一罗干的吗？一罗零的吗？一公斤25泰币，一公斤啊。猪血呢？猪血呢？哎，这个是。OK。可以先捐点钱给他们学校给他们的生这个读书啊，跟他们学校的筹码啊，没什么钱的，这里呢，如果谁要捐给他们，你可以就捐个钱给他了。啊，就这里面，放在这里面。啊，他们就是拿到学校去的。啊 ，OK， 钱。OK。给钱。你怎么还全部都是上咸鱼？还有人，他有没有人要上车？为什么是咸鱼？就是酸的，酸的。这是酸鱼，不是咸鱼。
是巴拉的，就是他们一种，它是用一种什么自己本地的一些东西的，把它腌的，腌的发酵，但是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它的味道很浓很臭的。然后发酵就像臭豆腐这样吗？啊，这里的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本地啊，本地的按摩膏、按摩油，按前面，然后你一直往后这样子啊，这个角度你一直走在他们前面这边。小痛啊，什么啊，啊蚊子叮啊等等啊，可以用。啊，这个地地道道，这都是有青草膏。这里呢比 Bangkok 的便宜很多。哦， Bangkok 啊，便宜很多，对。因为呢，它就是卖来是，啊 Bangkok 那个是批发给他们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没有分别，也是泰国的，用到的那个还有这种毒的喉咙痛啊，喉咙痛。我喉咙痛，那买这个挺好生意啊，很好。来，试一下，没错，再来。一花吧，啊，一个就是25泰铢，它是设计是照到了这个平台做的。来，看看你到的。啊，拿2粒到，1到2粒拿来含。跟这个有分别吗？这个是咳嗽的，这个是咳嗽。可以，可以一起吃的。这个。这个蛮好，你试一盒去， okay， 它很凉很舒服的。介绍就整个真正的土产，然后呢还有呢，还有这个增加你那个心脏的那个功能哦，帮助活摘。它只是要喉咙那两。刚才你有用没有听？听。那买一个来试试看。真正你心脏有流感的阻塞呀。泰国那个本地的一个那个药根做的，药根土药根做的，你要买一个。好，我们需要买。吃个好，你先。吃了马上好就是神药了。滚筒，滚筒，快点，那里对。三杯。嗨。那你们他们家来。来，他妈的。这个他讲的。然后从来我这边指。这边。哎，你弄弄弄了。哇，你买这么多啊？那跟面没差呀，刚才。啊。那当然，这里呢是卖的最好的，就这个产品。对，它是增加你心脏的功能的。它平时吃也是行啊，这样。可以。没事的，保健呀。心脏吃的保健。它是在马上当保健的，这个很好的。两粒啊！天哪！还要再去整罐顶啊！两粒，哎，晚上不要睡觉。你别叫我妈！你别叫我妈！我们没必要妈！可以吗？两粒啊！那才1粒而已，1粒，我们少1粒啊！1粒，别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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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x， 他讲，真的，他讲呢，如果不习惯的，含一粒也可以，很凉，很舒服的，很舒服的。老塔蒜，哎，你试一下看。来一粒，嗯，没事。吃。糖啊，糖啊。他讲含2粒，我怕你接受不了，他讲很强。对呀，很强啊，哇。吃一粒，吃了睡觉，拿来，吃了不会睡觉，晚上心脏很强，不会睡觉。那他不要，他是帮你多多几粒啊，真困难，一粒过来，一粒。OK 吗？你试试看，嗯，来。他讲刚刚吃西药哦。给你，我也是。不，这个西药可以。但是中药没关系，中药东西没关系。那不会了，哪里会？心脏会跳很快，不行。哎呦，没事。拿过，有。哎。ตาหนูไปก็ทอดดอกนี้เลยค่ะจบไหมคะ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
十块台币，金带嘞？十块啊，嗯，十块，十块，没有，是里面的那个盒，啊，打开来，打开来吃，好，改开个路呢。论改开个路呢。对。不讲了，不讲了，哎，哎，怎么样？你下吧，你来，你下。包不了，你看。包不了。直接咬吧。用咬哎。用牙齿咬哎。咬不到。没有牙齿啦。有啊，看到那个白白的就可以吃了哈。对，你看啊，假如我搞一下去就是为了这个。啊、我们乱吃这样会有问题嘛？这样吃那个药又不一样。没有米了吧？没有米了。嗯。冲来就晒来，冲来晒来，好，好放那个鱼啊，放那个鱼，放鱼的对，这个技术，那个荷叶啊，荷叶的鱼，嗯，真的是，来。来，这里谁喜欢吃它的炸鱼？你试一下喽，叫鱼来炸的。嗯，那是鱼肉，鱼肉对，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地方呢，他把他以前乡下所有的那个小吃的东西啊，什么小吃啊，对，是给他们卖。对。两张如果中头奖呢，就是1200万，知道？还有那个微信，微信那个好，就没了，嗯。就买了，嗯，来快递，他们的彩票，彩票，泰国的彩票，对，中了要飞要回来了，中了肯定要回来有啊，就free啊，free啊，一套，回去的话就是一张里面的，买回来喽。5张，哎妈妈，叫我5张是500，500，500，1800万，哇！看人不知道。今天是6号，哇，这个没六号，是6号，16号开，哇，16号，哎呀，我今天又买了，我那边买009，还009还是009。
我买绿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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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罐如果是真正啊、一个个是把它分开来翻译的话，罐就是啊、公公的公公，嗯、我们叫它罐。好、okay. 啊，然后呢啊，古罐啊，罐的意思呢就是名字，所以呢，这龙骨罐呢是在泰国南部很出名的。嗯。啊，大概泰国南部我们可以说叫做神的。Okay. 啊，以前呢，太平要打仗去那里，什么都要挂这龙骨罐的这个佛牌。龙骨罐的佛牌带的主要是保平安，平安很重要。然后呢，带了龙骨托的佛牌出去打仗，什么很安全回来。嗯，啊，所以呢，啊，到了今天呢，啊，他不单单是打仗，然后呢，开车做什么，啊，走山路做什么也好呢，很多泰国人都很喜欢他。OK， 所以呢，龙骨托在泰国来讲呢，啊，是非常有名的一尊啊的啊佛牌。啊，佛牌呢，这里面都有，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哇，好的。来，走。龙骨罐，它这个姿势我们叫做禅定式的姿势，禅定式哈，啊、也就是它有谁能带啊？是这个禅定式的姿势，啊，这样子的，对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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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还有关有关，没有关。以前我也是有带。哎，我还有一次啊，我怀孕第一次哦。好像有很多人就是来自什么，在我就来申请，就是保护的，你记得不？保我的。哎，对。啊，就什么？他不说话，但是我哎，七个月你就要快点拿掉。但是第一个呢，省不住啊，七个月一定不能带。他不给你自己拿再来的。能够进赌场，能够进赌场的只可以带这个哈。这个佛牌是可以进赌场。哦，鸡。啊，是，这个是啊、叫做龙骨王，在泰国的东北。这个带着这个佛牌呢，真的很不错，很不错的原因就是说，带着来许愿的话，买马票基本上都 OK。可是你的，哈哈哈哈哈。买九六要变六九啊。啊，哪位要进香的话，你们就到那边去啊，添油拿花啊，拿香去拜一拜啊，拜拜龙骨罐，还有金箔，还有金箔，它这里的金箔好像是一片还是两片？反正呢，如果一两片的话，啊，就是一张呢，就是接待你自己想要贴哪里就贴哪里。这里这个老龙王那边就不一样，龙王那是有六片，啊，那有讲究。啊，对对，意思一样的，意思一样的。一样啊，我们去那边呢。啊，这个是招财。不是，左手是头。那就是它里面有一半。是。另外的。另外的。有我的，有我的。啊，是。来，我们拿花去。
前方里面啊。啊，前方这边。没有刀。来，你看。哪一个花？จุดทูบที่ตะเกียงไปเลยนะคะยะเชนี่ฟังกันไหมฟังแล้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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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哎，不止三张，三张啊，就可以贴三个，对，贴三个，对。那个一方
如果为了小孩子聪明健康如意，就要贴在床头上。对，如果是要为家里人健康自己健康长寿，父母健康长寿的话，就贴在耳垂上面。对，然后第三张的话，如果是阖家平安、事事如意的话，就贴在胸部。阖家平安是在事事如意是在胸部。那我们只有三张吧？我们有三张。对，首先呢就是招财。我先去刚才事业顺利吗？对对，事业顺利，刚才事业顺利。刚才事业顺利。那你要贴哪里？贴心胸口呢？是贴胸口，不是贴这胸口贴这个。Fortune. Wave. 轻轻啊。怎么样？你们解决了吗？我们去拍大合照哈。好，可以。嗯。喂，为什么你这样多片啊？粘不完的。你还在观察是吗？刚才。那你已经确定了哈，你要的哈。你贴哪里？心脏。嗯、胸怀大志。对。
他大力大力贴下去。他你是。见那个如来佛祖比至尊高，比至尊大，真的哈。对，那天我有听龙王讲，对啊，他要见的那个是80米宽，嗯，哎没有19米宽，80米高，嗯，对。然后那个时候龙是最大间的吗？对对，龙王那个时候不是说呢，有那个金身叫那个包老师啊支持他吗？来见你的吗？他那尊呢有一尊呢纯金的。放在博物馆那边，真的啊，那就很大，那个是好像听的时候是要380万泰币，380万泰币是我们马币多少钱？400多千吧，差不多50万，50万左右，他那个纯金的，纯金的，我还有一个愿望，我达成了，达成了，把老师捐给他了，捐给他了 ，OK，真的，小事，然后呢，他还有一个一尊呢，是给人家贴金的，嗯，啊，那一尊呢就100多万，嗯，纯金那尊啊，哇，纯金那尊100多万，马币是多少？纯金没有，纯金的是300多万，哦，300多万，另外就是贴金的是100多万，100多万，不过纯金的那就比较好嘛，肯定，好，肯定哈。在博物馆里面的嘞，是啊，会放我的名字上去啊？当然会，哪里不会？值得哈，当然会，所以这个名流千古啊。而得不是单单放，要刻在里面，刻在那边哈。嗯，刻在那边。暂时还没有人捐是吗？暂时还没有，那等你吧，今天就等你啊，对，等你去，等完要等你。这压力好大。不会啦，不会啦。巴老师哪里压力会大、啊？嗯，缘分啊，很多东西是讲是缘分，这、就是缘 分。你现在可能也有很多人想要捐啊，可是他就等我。等你，真的等你，真的等我。380万，对。嗯。然后再找一个老板帮他捐一个佛头吧。那佛手、啊，佛手啊。这个老板的时候为什么就看住他？800万。800万那个佛头啊，如来佛的佛手啊，那个佛头啊，哇，谁捐了这个就 OK 了。那个佛头800万，也是金，不是金，那个是那个是青铜，米高那个如来佛的佛，嗯，对，佛手啊，佛手，全部在他庙那边嘛，是吧？等一下我们过去，我们现在 on the way 过去啊，我们先停在这边拜拜一下，等一下多一个小时的车程吧，差不多，多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会到那边了，到时候再做直播给你们看。然后今天呢，龙王会请我们吃午餐，嗯，吃素的吗？对，全部吃素今天。OK， good， 嗯，啊。然后呢，还有拿了很多水果，嗯，各地的水果，啊，听龙王说了哈，嗯，我也还有没有到那边呢？OK， 各地的水果 okay, 来来，我们要继续，我们去继续走我们的。哎，等一下你们要买什么土产的去买什么啊？嗯，买了，这边说买不到的有一个东西，啊，买不到。地上很滑。地上很滑、哦、龙王就等着你是啊等着那个博物馆的金佛哈哈他是等我还是等他的金佛不等你啊等你他那个金佛哈哈一流汗我捐那个金佛难得已经有设计图了哈全部都有了有设计图很美的打算几时做上来呢？那个金佛几时捐就几时做哦，这样子哈，他在等有缘人捐出来了。就安排那个仪式啊什么的，就是嗯，准备。然后他如果是他讲的，如果是帮老师捐的话，嗯，他那个做那个金佛的时候，到时候会请你过来倒那个黄金呐、啊。哦，嗯，倒那个黄金，然后呢、嗯、会请很多大官来。嗯，泰国的官，泰 泰国的官很多大官来。嗯，来一起这个就是在铸造这个很隆重的这个仪式，不开玩笑的，很隆重。嗯，功德也蛮大吧？蛮大，捐这个金佛蛮大的功德。嗯，然后到时候给人家供奉呢，他是放在博物馆里面，就给人家。他没有，他放在那边给人拜。嗯。供奉在前面，不是，也是在博物馆，但是在博物馆的外围。嗯。他做起来很美的。嗯。
这个金佛我觉得非常值得见，嗯，非常值得见。嘿，巴老师，有缘，我们真的有缘哈，是，很有缘的呢。我们这一年了吧，哈。有一年了哈、哦，有啊，有有一年了。上次在你们餐厅吃饭的时候啊，是，是不是？对对对，我还没有，什么事？要巴老师帮我拍照。拍什么照？哦、oh, ，group photo， group, OK， 走走走。我们忘记拍团体照，一路走一路讲话哈。这里拍哈 ，can see 啊，嗯。那边后面拍比较好看。没关系，这里 OK 吗？这里也可以啊，也是可以哈、啊。可以来拍 group photo。就在那边。嗯。还是我们在那边？哎、欸，在那边拍，就看得准准。OK。对，前面那边拍。嗯。在上面。对对对。对，在上面。上面开了全全部的全。什么辛苦？OK OK。哎，还有那个麦克风。是啊是啊，这里很美。OK， 好了，我们要开始拍团体照了哈，所以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去到龙王庙的时候，金龙王的庙那里的时候，再做直播给你们看。好，今天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啊？龙啊、这里叫做龙普拓。龙普拓，龙普拓就是金刚县。要读那个拓字出来哈。龙普拓。拓 ，OK， 龙普拓，所以非常出门的。对，出名的一个地方金刚县、嗯、OK 好，直播就到这里结束，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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